头蜂窝，成群虎头蜂飞来飞去，紧急找来消防员帮忙。但虎头蜂筑巢的位置实在太诡异，很难摘除。警消罕见出动吸尘器，先把虎头蜂驱赶离开。对方弄回家了，好，对家了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往内，往内。破坏蜂巢后，向里长借来除虫剂喷洒，避免虎头蜂再靠近。我有提供说，那个喷尿筒跟杀虫剂，虎头蜂闻到那个药的味道会跑掉。社区大楼出现虎头蜂，吓坏里民。其实这个地方时常出现蜂巢，附近的红国社区也曾发生过。由于社区外墙另一边有一大片的树丛，每年八月到十一月间，虎头蜂就会飞过来寻找新家。我们的营地是没有办法进入，所以如果使用人员吊挂下去的话，因为做捕蜂仪下降的话比较危险一点。消防员全副武装，防护衣包紧紧，被这种黄咬虎头蜂叮到，严重可能会发生过敏性休克。以往警消摘除蜂巢大多采用摘除法或是大火烧毁，但这回为了避免住户冷气机损毁，再加上蜂巢位置角度不容易摘除，警消两度前往才成功消灭虎头蜂巢。幸好没有造成附近住户受害，只是目前还有部分蜂巢残留在冷气机下方，就怕虎头蜂重回老家，让住户担心害怕。记者刘水、温思涵。新闻报道。